这里是地球上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大洲。这里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。在波澜壮阔的近70年间，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将人们团结在了一起。这是一个关于运动会的故事，这也不只是一个关于运动会的故事。在尊崇公正、平等、竞争的亚运赛场上，人们在同一片天空下与分裂、敌意和歧视抗争。揭秘亚运史上的精彩瞬间，寻访亚运会背后的动人故事，呈现亚运城市与亚运文化的多元之美。采用全球化的认知视角和高度，共同构建亚运会的成长之路。让我们回望历史，砥砺当下，欣欣相融，爱达未来。